室内都会中暑。炎炎夏日应对指南。炎炎夏日除了为大地带来雨水，亦带来中暑的危机。面对户外炙热的阳光和高温，不少人都会准备各种法宝防中暑，水、风扇、冰巾、帽等等。但就算身处于室内有瓦遮头，亦都有可能出现中暑。中暑是一种常见的热伤害，身体的温度调节系统完全失效，部分体内的机能开始停止运作。常见的症状有体温升至摄氏41度或以上，皮肤干热泛红，冒汗，如果正进行体力活动可能会有汗，脉搏急促，神志不清，全身痉挛，甚至昏迷致命。虽然逗留室内避免了太阳直晒，但高温、通风、湿度亦都是出现中暑的因素。铁皮屋、太阳西斜及有落地玻璃大窗的建筑，由于使用了难散热的材料，甚至可能造成温室效应，室内温度大幅飙升。单靠开窗开风扇未必能够有效降温，在室内即使坐住不动亦都有可能引致中暑。逗留在熄了时的车厢亦都是中暑的高危点，即使只是短时间亦都需要开窗通风。而短时间在户外和冷气房之间进出亦都会引起热疾病，因为身体未能适应快速的冷热交替，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。虽然大多不会严重到中暑，但仍需要提防。另外要避免饮酒、咖啡、茶等等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饮品，因为这些饮品带来脱水作用。体温调节机能较弱的人士，如长者、儿童、长期病患者、过重及肥胖人士，以及需服用某些可影响体温调节药物，例如精神科药物、血管收缩剂或利尿剂的人士，中暑风险较高，需要多注意饮水和降温。如果怀疑有人中暑，要立即打999召唤救护车，移离患者至阴凉处，用湿毛巾帮他抹身降温，或在他身上洒水，切勿用酒精为患者抹身降温。如患者清醒，给他饮水以补充水分。大家亦都要留意天气，调整活动，避免中暑。